不好意思，啊？不好意思，你？对，就是你。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快，香香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喂！这是食人产地。给我一分钟，我只想跟你讲个话。不，我没兴趣。嘿，你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好，没碰你，我没再碰你。好吧，小姐，不管你在卖什么，我都不会买药。我的名字叫史凯勒·怀特优，我的老公叫华特·怀特优。嗯哼，他全都告诉我了。真的假的？没错。